我老婆现在是中国药学院，我发誓。来了，我跟你说了，大家我你配合我，配合你，我知道。坐这了，没什么事了。你跑什么啦？进去听吗？还要去哪里啊？我去，老婆怀孕。哦。不要这样的，我老婆在。来，站起来。不要这样子。你是怎么了？等一下。我，你先听我讲。哎，你说，拜托你给我七月，我老婆现在在中国药学院，我发誓。拜托你给我七月，我老婆现在在中国药学院。我知道了。不是啊，你现在到底是什么事情？来了，我跟你说了，大家你配合我，配合你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帮你，你先坐下来，好不好？冷静。你先坐下来，冷静一下。你先坐下来，老婆。你坐下来，坐下来说了。中国药学院就那边。我知道。坐这啦。没什么事啦。对了，不要紧张啊，真。你跑什么啦？进去听吗？我分手！下来了，那你想怎样啦？我加几岁了？打中你回去。你坐下来，坐下来说了。我要时间就在那边。我知道。坐这了。没什么事了。对了，不要紧张啊，真。你跑什么啦？进去听吗？我准备走。下来了，那你想怎样啊？我加几岁了？什么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？就像他看到远景，大马路中跳过来又跳过去。趴下，枯萎啊！枯萎啦！跑什么？我不该跑步。啊，你跑步。要确定呢，不是心虚跑不掉，难道是看到远景想练肺活量，被抓动来动去，不趴不蹲不坐，还说是太阳公公惹的祸？我不会跑了，真的很烫啊！马路真的烫烫，要我趴才不要。说是太阳真的很大，柏油路到底有多烫，让他怎么样都不趴。现在
出门，国一新咕隆瓜，因为真的好热好热，太阳真的好大，就连柏油路也被晒得好烫好烫。以现在下午大约三点来实测，柏油路的温度大约有52度。新北市连日高温，事发的12号下午，三重当天气温来到35度，晒到飙破50度的柏油路，男子狂跑100公尺，汗如雨下，要他趴，说好烫，远景让他坐在机车上，给他喘气，还扯谎，想让远景上当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背，你背都背错了，我已经查到那个人是谁了啦。一查他是通缉犯，被士林、新北、台北地院发布窃盗、诈欺通缉共4条，开庭通通不到。4个通缉啊，窃盗哈，诈欺啊，一规定铐起来，全铐就好了。啊，有摸过了吗？身上？摸过了，摸过了。我再摸一次。找朋友碰到巡逻员警，想偷跑反而被抓，还借口地板好烫。太阳公公无奈，我晒的，你想怎样？东森新闻张仲华、杨杰在新北市报道。你好，麻烦这边帮我吐一口气。下车用钱的钱过来。你有喝酒吗？没有。再次帮我装堵。来，再次。有啊，就有喝酒啊。有啊。还是有吃什么东西？口香糖，然后之类的吗？因为我这里有酒精反应，所以我要对你实施酒测。那我问你有没有喝酒？你跟我说你是没有饮用酒精饮料、食物、槟榔都没有，漱口水都没有吗？好，那我待会儿在吃口香糖而已。那我待会会给你漱口。好，然后漱口之后让你实做酒测。再用力。好。那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，是刑法183条。你到底你喝了几杯啤酒？还是你是喝八嘎？两杯。你喝啤酒还是喝八嘎？两杯。没有，球场只有卖啤酒。球场只有卖啤酒。对，球场只有卖啤酒。好。我跟你说，那你的车牌我们会吊扣2年哦。好。那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，是刑法153条。你到底你喝了几杯啤酒？还是你是喝八嘎？两杯。你喝啤酒还是喝八嘎？两杯。没有，球场只有卖啤酒。球场只有卖啤酒。对，球场只有卖啤酒。好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车牌我们会吊扣2年哦。好。停车。你叫左驾小妹，叫左驾小妹。你话规身拢酒味在当着。我一般不是，我肯定会我出来，我特别。我不叫左驾小妹，叫左驾小妹。你话规身拢酒味在当着。我一般不是，我一般美女都发出来，我都一般美女都发出来，我袂肯定身边都发出来。嘿，没有，他那有一个味道，你懂。我讲掉了，天家先生，你用我左驾拢小细汉，我一只眼毛都含左驾个小妹出来，我一只一个问题啦，你和我，你我来讲，你今仔和我保庇，和我无代志。我何必有一波代志？我唔是啦，我明白。我明白。俺们这辈年纪拢无咧考烦，囡仔你咧等你晒了伊个代志。毕竟我也无是鬼，我食这辈年纪咧，敢来你乖乖死，可袂安怎？敢死人吼，对不对？恁和我做囝拢会得过人啦。你来讲，你讲点倒病啊？你做人个是大，佮歹毛，安尼感觉。来0.43哦，涉嫌公共危险罪哦，依受刑事等性下列，一点保持沉默无据而致意，另外规身拢酒味在当着。我一般不是，我一般美女都发出来，我都一般美女都发出来，我都袂肯肯定身边都发出来。嘿，没有，他那有一个味道，你懂。我讲掉了，天家先生，你用我做羹拢小细汉。